祖国手抄报怎么画？我们可以把祖国写上一个爱心，然后我们写上祖国的汉字，然后我们在旁边画上文本框。像这样，我们来开始给它涂上颜色。我们选择大红色涂上爱心，用橘黄色给它涂上颜色。然后我们把文本框涂上一些颜色，可以选择蓝色和紫色。然后我们把线条涂上一些亮一点的黄色和绿色。像这样，祖国的手抄报就已经完成了。